就算旧爱童仲彦已经宣告跟红豆在一起，改名邱子璇的邱主任找竹大同区里长，带着首都亮相的妹妹拜票，心情不受影响。Hello， 我是延平里里长候选人邱子璇。大家好，我是子璇的妹妹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我姐姐。中秋假期拼选举，美魔女邱主任昔日可是童仲彦的最爱。看到邱主任不喜欢她的话。 那就不是男人，那就不是男人。曾把童仲彦迷得神魂颠倒，还高调示爱。如今童仲彦却坐拥新欢红豆妹，爽游柏流牛奶湖。这好像就是他的那个风格，真的太久没有联络了啦，他的情况不是很了解，对啊，但也不意外啦，那就祝福，只能祝福，还是祝福。 一边是现年42岁，童仲彦说不爱不是真男人的邱主任，另一边是27岁的新欢红豆妹，两人同样面貌姣好，身材火辣。童仲彦一再高调展现女人缘，还多次拍女生海滩清凉照。精神科医师认为这是典型自恋人格，叫做自我感觉良好，或者是水仙性格，严重的话叫做自恋人格障碍。 就像我这张图所看到的，你看，I'm number one。即便家暴、劈腿、酒驾、丑闻不断，童仲彦仍继续用绯闻博版面。记者郑仁宗、光君台北报道。